这太不像话了，不要人命吗？弄成个辣子。哎，这小孩啊，说了，孩子干不出这种事儿，谁教的这是？孩子打架，别把大人扯进去，别，那个我跟家珍都不知道，谁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？这事儿就是搞破坏，这是破坏大食堂，对，破坏大食堂，就是破坏大跃进。反正孩子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刘庆，看你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去给人道个歉，说做的不对。去，我叫你的听见没有？去不去？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我再问一遍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让你不去，我让你不去，滚蛋！